白衣天使服務嘅時候，即係幫白衣天使幫佢沖涼、抹身、著衫褲、化妝、打防腐劑，全部係女仔去做，係白衣天使威你哋去做，冇男人掂過嘅。所以respect 呢個係人生最後嘅 respect， 尊敬女性嘅肉別。啊！衣著變遷，哦，所以全部呢啲化妝品啊，呢啲主家可以揀。好，哦，假如講要去 SK two 嚟講 ，SK two 啊，通常睇下講之後，哇，都多啲噶嘛。SK two 落去咪會有皺紋咯，明白冇？所以都用 SK two 或者 SK two 都有，快都可以用。服裝俾啲旺生者嘅，即係放叮噹咗係咪？我可以揀。當然我可以揀嘅唔係女裝，係揀男裝嘅。男裝嘅衫褲喺曬呢邊，喺你嗰邊。男裝喺呢邊。哇！唐裝啊，中國式嘅嚇，全部包括曬一件喺曬入邊嘅。有底衫啦、底褲啦、襪啦、鞋啦、帽啦、背心啦、外套，全部包括曬。哇！女裝咁靚。嗱，呢度咧，我幫你講第一個，就幫大家講一樣嘢。有啲人咧係嘅老豆老媽子過生日嘅時候超過60歲，係咪就可以買呢啲壽衣供奉俾佢哋嘅喎？佢哋買壽衣俾佢添福壽，超過60歲去買件壽衣，佢生日嗰日著一著，添福壽，跟住攞嚟曬太陽，跟住曬月光。呢件襯我啊！睇到有身形㗎喎。